拨一拨，不要外面的也就黄的拨掉，然后头切掉，待会洗一洗。好，我们把香茅包好，拨好之后，洗干净，然后把它切对半，要这样子切也可以。另一种切法是从上面剥开，这个方法也可以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亲自报税。我们把萝卜削皮完之后，然后切成块段。好，现在番茄洗干净，切丁。等一下下去炒一炒，熬汤。就是姜母皮削一削，然后切成末。等一下要跟番茄一起炒。好，然后这个是素食的炖羊肉，把它一切二，然后切完豆腐抹上盐巴。豆腐抹上盐巴，然后现在把素食的炖羊肉呢炒成金黄色，我们现在呢要把姜末跟番茄一起炒，然后先加油。番茄，啊，现在我们要来炸豆腐，我们放入多一点的油，然后豆腐要炸之前把豆腐沥干，水分沥干。已经熬好那个香茅汤了，要捞起来，经过十分钟，倒入萝卜，还有炸好的豆腐。下去熬，会不会太咸？好，可是你们说上次这样刚刚好。
没有薄荷，真的。现在来煮越南米粉面，水滚。那为什么要泡那个冷水？好香哦！一块一毛多啊！我们今天几个人？哦，你要蒸面，那你就装漂漂亮亮，要装的漂漂亮亮啊。还有姜、鱼姜，聪明哈。空间，哦，这个灯光不太够，限量哈，没有地方拍，这是它的量。哦。相机吧。哦，明天感恩节。太大。都没有浮上来。哎，干不久啊？对啊，一下。是啊，是。干没了呀？不开放了，明天。好好吃哦。